萧美琴，萧美琴。全场喊动算作最后冲刺，大选黄金周，民进党的副总统候选人萧美琴出动战猫车，合体小战猫赖品妤进行车队扫街，第一站就选汐止出发。今天我跟赖清德我们的总统候选人是分进合集，他今天是从南台湾开始，那我在东北角，我们非常重视品妤的选情，也非常关心品妤的选情，今天特别来帮他加油，他是我这个星期全台湾大扫街的第一站。新北市第十二选区还是一个激战区，2024年即使遇到这么艰巨的挑战，我还是有信心我们一定会赢，最后一里路我们一起走完。忍不住讲到哽咽，喊话一定会赢。萧美琴和赖品妤互赠信物，蔡道会和委任书彼此打气。同一时间，民众党副总统候选人吴欣盈也在苗栗平路站。边跳边出场，吴欣盈八号前往苗栗新竹车队扫街拼选票。我相信会有一个更和平、更繁荣的社会，所以呢，礼拜六就要靠大家投下你们神圣的一票，让我们能改变台湾的未来。除了绿白两党，国民党副总统候选人赵少康八号前进台中南投扫街，选战最后阶段，蓝绿白副手情跑行程，不只要稳固选情，更要在最后关头猛力催票。三立新闻李正道、吴坤宇、罗佩宇 SNG 小组新北苗栗采访。